最重要你们吃得高兴，所以不如直奔主题了。干嘛入股啊？哎呦，非常欢迎。我们真的遇到那个经营的困难，因为还不懂去平衡那个价格，贵了一点点。真的，如果你们可以入股，支持一下我们，一起参与那个就更好。什么要参与呢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有没有准备那个？还有合约的。哦，那就放进去是吧？可以马上写的。很简单，入股嘛，每一股就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1000块钱，我今天没有带那么多。没关系，那个呢，我们有可以写一个纸。写什么？我先写大旺仔的椰的股份。好好好。要不要我来写？哎，毕哥哥，哎，你有经验，毕哥哥，我真的不懂怎么写。可以写的清楚一点。一股1000块，对，只能最多30股，最多了，我们不能再多了。一股1000块，30股多少钱？3万块而已啊。全部加起来都不2万块，然后叫我们做上班已经先赚了，已经先赚1万块。发誓的，要发誓的，没有变的，真的没有。我多少都算是你师父了，是，你不要害我、啊，绝对不会，一定100万利。因为校长跟毕哥哥，如果还在想的话，可以吃完晚饭以后就可能会加多一点，投入多一点啊，带粮从军呢。先我们每人5股，哎，那个挺好的，5股风灯，你叫什么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合约可以签个名字。哇，欢迎我们的大股东出现了，我们是安心的，安心。原来那么容易的。对啊。哦，我拿5股。来，